这边的气氛好像不大一样哦。进来就看到就掉了，那边就是把人绑起来，然后可以拉往上去，玩他就给他掉到地上去。这应该就是监狱，现在把它关掉吧。哦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绿市广场一个历史久远的市集，因为它距离港口大概是1公里的路程。那在早期的时候啊，他们买东西的方式很特别，是以物易物。未来娱乐台发现大思路。